原常去鬼屋的年轻人才感应了两三分钟，竟也怕得赶紧离开，究竟是发生了什么状况呢？什么呀？他说什么不知道，来这边呢，捉他，捉他的肩膀就对了，捉他，抓他的肩膀，是。不是，收到，现在有状况了，等一下，哎，导演，突然有个来过，不要，镇定一下，对，等一下，他发生什么事？问他一下，他刚才怎么了？如果我要来。我不知道啊，什么？他有离开那夹栏。他说有人碰他，啊，是手泡了，他手在发抖哎。哦，再演这个来分，没那么多，没那么多，没那么多，看着当地青年惊恐的眼神和表情，独身生机器的小翔不免联想到拍摄时的状况。一开始要上二楼时并没有成功，好不容易攀上二楼，工作人员竟也从二楼摔下，这样的巧合令前去收机器的小翔不寒而栗，因为机器就是架设在楼梯口旁。他再讲下来，快点，想抓住他，快点！来，看他，是什么？有啊，是。对，要先问他的情况，我们有没有？你刚刚发生了什么？怎样？问他怎么了？等你问他刚发生什么情况？来，拜拜。没在意。来，今天过来吧。哦，好像是后面有人在后面摸他，很冷，好像那些很冷的那种。他是什么样的摸的感觉？手上啊，就是碰你的后面一下，他觉得背后有人在碰他，在碰他，而且是整个很冰冷很冰的那种感觉。哎，你知道吗？泰国年平均温度28度，那是很热，可是他感觉是整个背后这都是冰，整身都是冻冰的那种一样的感觉。他现在很怕，导演，再演，再演，再说，没问题。还有没有什么看到什么？妈妈来，没关系哦，没有。你看这边都是。走着。在逃窜的过程中，是年轻人自己画的树枝，还是有其他原因呢？但抓痕历历在目，警告的意味似乎非常明显。制作人生怕还有任何意外发生，决定就此结束今天所有的拍摄动作。但是外景队很难得碰到灵动现象如此丰富的鬼屋，而且又是远在泰国，未免回到台湾后有任何遗憾，才哥又回到鬼屋内拍摄照片，看看是不是可以再捕捉到任何的灵动现象。哦，对，这边不是，再继续，他刚从树里面被勾出来的。他说真的怕，他说真的毛，我现在鸡给他抓起来了，来放手放手。你们先从这里面拍一下。哎，不用，灯光掉就暗的啦，这里要感光的。那你这照蛮好的。讲话飘花倒啊！哦，你真的是。先拿走一下，来。我们拍了就走了，好，不能用跑的哦，等我。
到最恐怖的地方。等一下，你看这至少正面照一张，跟二楼那个楼梯口照一张。可以吗？到这边对吗？对哈。求你错了。等一下，这张还有一张，我刚从二楼边退下那一张。这是二楼，对对对，要往上拍了。然后就是那个梁柱了。啊，这梁柱有吗？就是这个梁柱。啊，你灯怎么了？哎呀！神秘的楼梯正在找，早把工作人员吓得爹娘不认。不知道这样的牺牲有没有换回精彩的灵异照片呢？那在这个照片的话呢，我们其实这个感应的这个现场呢，原来呢是因为有这个工人在这个地方在建筑的时候呢，不小心就他居然从屋顶上那边摔下来。但是奇怪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他摔二楼地方摔下来，事实上他从二楼到一楼的距离并不是很高，奇怪的却意外的摔死，那么往生。那么事实上陆陆续续呢，也造成很多随着在当地有夜游啦的一些学生或感应的一些人，那么都有遇到一些奇怪的情形。甚至我们当时在拍摄的这个感应现场来说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小翔，那么也在这个地方也差点有被推下来的这种情形。那其中呢有一张照片呢，就是这一张在屋脊的这个这一张照片。那实际上这一张照片呢它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虽然我们在照片上并没有拍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灵在上面出现，可是呢老师却可以很明显的可以感应到这上面呢事实上有一位灵界朋友是坐在上面，只是说在感拍摄的情况下，他们不一定能够完全呈现在我们的这个画面上面。这个地方的磁场非常的不好，所以产生一而再再而三有人在这个地方那么意外往生的这种情形。在民俗上面来说的话，最好的化解方式是照理来说他会把这个屋顶拆掉，尤其把这一根发生意外事故的梁，那么给拆掉或是卸下来之后，那么让这个房子呢经过几个月的复赛之后呢，那么要再重建的话，才有可能会去做一个改变。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彻底那么由地基上面来做一个改变，因为它这个房子呢整个区域里头它的地基磁场都不是很好，所以才会在这同一区域里头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那么会有工人在这个地方陆陆续续摔死或是意外事故。因此呢要改变整个地方的这个地气或磁场的话，那么在民俗上面他们会就会建议地方就是要把土地挖起来，大概有这三尺深的这个土地之后，那么再铺上所谓的芒草，那么再用大火烧挂之后，那么这个房子这个土地再铺晒大概一个月到三个月之后，那么房子土地再填起来，重新从别的地方运上土地填起来，就可以改变整个地气的磁场。拍到对，我刚刚有看到一个白色东西，可是我不确定是什么。有办法看到吗？看一下。你不舒服，你要讲，你不要等下就没有跟到，自己掉下去，因为就是旁边都是那种断悬崖。请您睁大双眼看仔细，煎饼身后的影像到底是树干还是鬼影，还是其他不明的外力造成的呢？您看这样的影像像不像是一位女子身着白衣披着长发正往镜头的方向观看呢？一同感应的观众发生了什么事？为何一连串的状况让外景队措手不及？预知详情下周同一时间请准时收看鬼话连篇。大
有没有抓住他？哎呦哎呦！怎么办呢、啊？我根本没有注意啊！太危险了，不见了。对啊，前面有路吗？等一下，在我这边跑掉是不是？佩戴平安绳可以许愿祈福，让你保平安，愿望成真。你想拥有由泰国高僧加持过的平安绳和金佛神像吗？详细索取办法请上鬼话连篇网站 www.wuwo.com.tw 查询。